Hello，Hello，Hello，欢迎！哎呀，来吧，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深。哇，好多年！哎呦，太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帮粉丝啊，从早上9点一直等到现在哦，特别特别的喜欢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接下来给大家送上第一首歌曲是什么？第一首歌是《古董局中局》的插曲，叫《随风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来吧，全场朋友们，掌声有请！这里问一下哈，深深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长隆海洋王国吗？是第一次来到，有没有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海洋王国的魅力？还暂时没有机会感受，还没有机会，没有时间，是不是？那我相信台下很多粉丝有来过我们这里玩，是不是？你们来过吗？没有。来了和我想的不对。我来过啊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给深深推荐我们这里哪个最好玩，你们觉得？过山车，对不对？过山车怎么样？我坐完过山车，我命还会在吗？我看了一下，是那个吗？还是有个特别可怕的鹦鹉过山车？最刺激的就是它了。哇！啊，还有我们的金沙。